说这个公鸡天天叫，我要不要把它杀一只来吃？公鸡就用光吃不下蛋，肯定把卵吃噻。再给它两秒钟，它如果再叫，我马上去把它杀去吃了。一、二，不叫了。看来我俩吃不成了，来再延长五秒钟，一、二、三，看，走，杀鸡杀鸡杀鸡！不要看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你看他们把我定了，是哪一个啊？我不晓得是哪个。你们哪一个想死？人家都不想死。点子点菠萝哈，就你们几个，点子点菠萝，点到哪个死哪个。人家惹得你了嘛？好，就那个，你去抓。哎，一个公鸡，它居然叫豆儿，你看。几个月第一次吃鸡，就这个吃它，就它了。把那个鸡给它漂一下。我这个鸡杀好了，看嘛，内脏都给它洗出来了。哎呀，现在我来把它开拌，吃完整一半来煮那个烧鸡公。啊，没吃过。不要说这种话，我跟你说。我吃过鸡，没吃过烧鸡公。我最喜欢吃身上的两个部位，一个鸡菌子，一个鸡根儿。你们呢？这个腿儿就不砍了吧？我有个想法，我觉得你看嘛嘞，我两个人还要放点，以后还放点土豆，吃不完。嗯。我把那两个腿儿给它砍下来，放在那，改天我们到坡上去烤。你又想搞野了？真的，看那个腿儿碍眼，你看。真的，要得不？要得，要得。要得。我们体验一下春游。我把这个腿儿也卸下来了。哇塞，你好牛！先把这个鸡肉弄下去焯下水，锅头倒入姜片儿、葱节、料酒来点儿，把这个土豆给它削皮。你不是喊我不说话吗？我是喊我不说话，我怕他们中毒。泡生姜来一点儿，这里面再加配料咋子？花椒、香叶、八角、桂皮、大蒜、干辣椒。再来点豆瓣酱，锅里面上油，把这个鸡肉炒香，泡到边边上，把这个调料倒下去，起炒，倒入最便宜的啤酒。你是啤酒鸡吗？你做的是啤酒鸡吗？烧鸡公的嘛。烧鸡公会加啤酒吗？看个人哈，我觉得烧用啤酒烧出来香，也可以加水。把这个土豆倒下去，就是水煮得差不多的时候倒下去，就开始慢慢把土豆焖熟。把葱倒下去。来，你咋子？哎嘛，这样的嘞，来，干杯！干杯！你是这样子，唰！你是这样子，干杯！放心，我买衣袖，快点来！哎，真唰，嗯，商量国家大事。我也尝尝看。嗯。好吃不？你尝尝看。你说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鸡了。我不晓得。三四个月没吃鸡了。嗯，麻烦。你吃个鸡脚脚好肉。就一个鸡脚脚，你喊我吃个就一脚脚。你再跟我说。我不吃，我不吃，不要不。不，我要给你看肚子一个。我不吃。
我不吃。我要告，我要给你证明，有两个鸡脚脚。哎，要的要的。哎，你看。哎，行行，你证明两个鸡脚脚要的。嗯，你这个鸡脚脚来搞点个肉皮子，我说。我的鸡养了约30个月，终于我让小妹儿吃上自家养的鸡了。嗯嗯。我为了兑现她这个承诺，我操劳了心了哈。我每天早上起来喂鸡，每天晚上喂鸡。哎，你多吃点，多吃点。我不吃，就是让你吃。不道歉，你没吃下来骨头是啥子哎？就是还在那装，吃就吃吧。你喊我多吃点。嗯。啥子装？你继续。